哦，这边呐、啊，这边有房间，我没有注意到这里，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边。现在看到，这人鱼公主吗？小美人鱼。哦，有鱼啊！怎么回事？鱼从书中逃走了，不该把书打开。不管别这么说，不管有多小，每个细节的书都很重要的，所以你会把它们找回来，对吧？是的。 没记错，有5条鱼逃跑了，我们会找到它的。哪里？有鱼会藏哪呢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那边找到的原因吗？快乐抓鱼时间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说实在的，我对于钓鱼啊、钓虾这种东西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好啊，抓到了，都抓完了吧？ 5只了吧？对，我哎呦，你在干嘛？我觉得他想给我们什么东西，他有必要这样子吗？希望你们用它，我没办法下手。 啊，不是用你是不是？我以为要，就是往他身上捅下去。可恶，这还不是。我说我不介意啊，我一点都不介意在他们身上捅下去。唉，所以现在可以捅了吧？我好像明白你想做什么，把另一把刀给我吧。呵呵。 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很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啊嚓！为什么不是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捅呢？睁开眼睛吧。哇，好凄美的故事啊！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。用这把刀的时候，我也把眼睛闭上了，闭毛啊！你们，气氛似乎愉快多了。你们为什么动不动就要闭眼睛呢？ 对不对？睁开眼睛看清楚发生什么事，不是比较好吗？嗯，我们直接回来耶。嗯，这是，咦，这是什么？羽毛笔真漂亮，好奇怪啊，暖和和的，但同时又觉得很冰冷。 阿丽亚，阿丽亚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呵呵，直接睡着了啊？什么？我做梦呢？我们都睡着了，你也是？我刚醒来。嗯，我想我们是因为这个房间才睡着的，要赶快离开这。是啊，好想再给他扎看看哦。哎，这边有门嘞。为什么走到哪都是奇葩雕像啊？但是，雷文，你看这景色好美，什么景色？星星吗？啊，雷文呢？啊，雷文呢？他就站在原地。呵呵呵，嗯，他松懈了。 这就是我一直在等的机会，星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但为什么我在发抖？现在不能犹豫，我必须动手！哎，帮你剪头发啦，阿丽亚！呵，雷文，呵，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？什么？ 还记得之前你告诉我的吗？你说你是一个作家，我觉得我们很相像。什么意思？听好了哦，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。哇哦！几年前，有一个喜欢读书的小女孩，但同年龄的孩子中没有人和她有一样的爱好。其他小孩认为读书很无聊，他们嘲笑她有这么奇怪的爱好。 他们不喜欢看书，小女孩尊重并理解，但他还是不禁感到难过。他的父母希望他能从失落中走出来，第一次把他带到了图书馆。看到这么多的书，以及这么多不分男女老少，同样喜欢看书的人时，不禁让他的眼睛闪闪发光。莫莉安，晚上好哦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，在那本书和幸福的围绕下成长茁壮。你这样子讲自己成长茁壮，你也没有壮到哪去啊，你的胸肌都还没练起来，然后跑过去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啊，我觉得。你知道吗？跟那个谁叙事者比起来，他的身材真的比你好啊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你之前有对我说过你的过去，我觉得我也应该告诉你，这样才公平啊。我们当好朋友吧。朋友，如果没有人想看你的书，没关系，我会看的。我会把我的感想告诉你，不准吐槽。你说吐槽他吗？他很可爱啊，我承认啊。可是跟那比起来，跟叙述比起来，真的像小孩子一样啊，性格、长相、身材都像。我敢肯定，只要不放弃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。别说了，拜托你别说了，你把一切搞得更复杂了。不用管我，我不想让你牵扯到我的事情里来。雷文，飞想做吗？这不是飞机场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对，他很可爱啊，我只是说他看起来就像小孩子。反倒叙述者像图书馆管理员的图书馆管理员。雷温他们就比较像大人，大人吗？你生气了吗？没有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么说。没关系，不用放在心上。这我应该没记错吧？算了，我不要破梗好了。你们当作我什么都没有讲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女王来了，女王来了！最后，主角和叙述者再次见面了。即使他精疲力尽，脸上依旧露出坚定的神情。啊，你只叙述我所做的事吗？是的，我只需要叙述你的所作所为。雷温并不重要哦。不过不用担心，雷温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也可以叙述你。没必要。哦，这让我想起来。你确定要留在他身边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如果你是主角，我是叙述者。雷温可能是反派哦。啊，是什么？这不可能。待在他的身边可能有危险哟。雷温救了我很多次，我认为他是个好人。靠北。而我也认为你是个好人哦，叙述者。我好人。待在这个地方，你肯定觉得寂寞了。我们一起回到原本的世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嘿，大娘安安，晚上好。有些事你还是不明白。我不是人，我是一个叙述者。我的职责是讲述你的所作所为，仅此而已。我对你没有任何同情，对我来说，你就像个木偶。有那么可爱的木偶，我也要。但我在告诉你，我是叙述者，不是个无聊的人。你该冷静一下。只要达成我的目的，任何人的性命我皆不关心。即使对方足够取悦我，就算人死了，我也不会流泪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我就是叙述者，不是什么好人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我不是无聊的人类。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无聊的人类这5个字呢？够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痛，我想我该走了。被艾莉亚牵引到吗？叙述者。无聊的人类，我想我开始明白了。啊？明白什么？明白他为什么想当叙述者吗？内容我比较详细的，对啊。我真的觉得他这个门叫声啊，跟尖叫声差不多哎。然后结果现在是怎样？出现十字架、骷髅头，还有蜡烛，所以我们是要准备进到尖叫声区域了吗？现在是什么区域啊？第4章。horror 恐怖啊，恐怖哦，可以，这才比较符合我心目中的想象。可是这好酷哦！哦呦，你妈的！再来啊！哎呦啊！太黑了，所以只能往这走。恐怖区域比较危险啊！不会再有了吧？不会再有了吧？所以恐怖区域怎样？人如其名，是不是？书如其名，应该这样讲。我有存档吗？有吧？哈哈哈，他这有上吊的娃娃哎，好可爱啊！哎，好茉莉，谢谢啦，感谢你的魔力，感谢茉莉干爹斗内。话说，为什么恐怖一定要有吊绳，一定要有上吊的娃娃、啊？不懂，这是书吗？为什么是透明的？因为我死了，变成了幽灵，死了。是的，书在被人遗忘的时候便会死去，没有人读我就成了幽灵。只要我读了你就可以复活，对吧？啊，你的书页都透明，我不好读，太迟了，你们已经无法为我在做什么了。希望你们继续读很多书，不要让其他书落得像我一样的下场。你们能答应我吗？我答应你，嗯。啊？所以我们进来这边就只为了看一个死掉的书啊！哎呦，还有个死掉的人哎、欸，好可爱哟！怎么办？哎呦，怎么那么狗嘴啊？这个应该不会再有。这也是我读过一些，这也是恐怖故事书，你不怕吗？会怕啊，非常吓人。每读到一本恐怖故事，就3天睡不着。不过认为这是值得的，3天哦。也许你还是不要看好了。现在是怎么样？你好啊，你不知道吓来吓我，可我没被吓到呢。展柜里有一条蛇，还好不是裤子里面有一条蛇。这个是啊，尴尬下，他完全没有吓人的感觉啊！我不是故意要嘲笑他的。蜘蛛，你们不能这么做，书会被吓坏。你在对蜘蛛说话吗？所以这个是要把这4个用过来吗？哎嘿，我看到有个东西在动了，好可爱哦！那只羊是在动，对不对？那只羊头有提示是好，那我等一下来看。啊！哈哈，好多蜘蛛啊！旧版也有这一关、啊，不是，我说刚刚那一个有啊、哦，那个惊吓的啦。北方阳光灿烂，南方深邃海洋，东方郁郁森林，西方粉红康乃馨，所以代表是橘色在上面，下面是蓝色。左边是红色，右边是绿色。啊，哎呦，还不错。我刚刚有没有想说我要直接读档的？结果他居然……你看，哎呦，你想干嘛？想咬我是不是？来啊！我刚刚说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、啊？嘿嘿，记忆力还是不错的。墓园钥匙，请问是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？你的节操碎了吗？哦，不是，是那只蛇跑走了。我以为它的节操碎光光了。我有点期待它来追我们这件事，其实我蛮期待的。欢迎来到墓园，这些是被人遗忘的书的坟墓，还有书来跑来吊祭他们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会死？你曾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啊！别哭，即使你看不见我，我也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原来是好基友啊！我来给我最好的朋友献花，希望他会喜欢这些花。书给书献花吗？ 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其他书看不见我？看来是刚死掉的书。书给书献花啊！我看到那只蛇了。你想干嘛？来啊！喂！你妹！我期待什么？我期待什么？他的节操破碎吗？有，我看到了。 他的节操碎光光了，这迷宫蛮让人伤脑筋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是我幻觉，吓不到我，吓不到。为什么每次都要一定要在我乱讲话的时候出现呢？ 做人基本的诚信呢？唉，哦，大众，我真的觉得啊 ，RPG 游戏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毁了我对大熊熊的期望。我都已经不是站在他正前方了，为什么还是会死掉啊？ 屁啦！你有看过哪个大熊熊会斜着跳吗？而且一次跳两格了。这很讨厌、欸。啊 ，shit！ 完全不要跑。我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死亡啊？啊！ 待会转过来，谁叫你们看那边了？一堆药水，奇怪的一体。我正在准备这种新药水，只需要找到蝴蝶翅膀就能完成了。但哪里可以找到呢？蝴蝶翅膀、哦。 现在魔药学都是用那么简单的吗？别碰，你会怕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密码。有一本数学书肯定放错了，才没有放错呢。他们是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最恐怖的书。我猜你的数学是不太好吧？这个不用猜好吗？他数学的确很不好啊。他自己都跟你老师讲了，恐怖书籍。 哎、欸，这有幽灵，你是属幽灵吗？不用替我担心，当幽灵是有好处的。比方说，我可以穿墙啊！真的吗？你想知道我怎么做的吗？好啊，穿一个。哦，哎、欸，还有这招哦！啊、欸，这招厉害呢哦。然后呢？ 数哦，数蝴蝶是不是？我以为是要来抓蝴蝶嘞。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1只，11只蝴蝶啊，北七啊。哎，还是要数蝴蝶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的智商都被他们吓到跑掉了。 他们等一下突然来个 Coco Man 动作，我都不意外了。我居然没有想到要数，我还在那边按老半天，我以为是我的遥感秀逗。马上要完成这药水来，这是给你的隐形药水。